尽在运通。台股直播室陈光每一次非常感谢所有朋友，周一到周五我们一起来观察台北股市，不管是前一天然后国际股市的变化，以及今天该怎么看。今天最主要就先看一个10794。好，为什么是先看一个10794呢？我稍待了哈，我们会针对国际股市跟各位做报告。哎，各位稍微简单看一下，我先把它放大好了，我先把它放大好来。因为呢，它出现罕见的哈，但是你要到收盘哦，你不能说现在哦，那万一收盘收10793呢，啊就没有了哈，所以整体上它出现非常罕见的，在台北股市的过去的历史里面哈，这是一个下跌，我们对了哈，这是一个上涨，在一个同向上涨过程里面，一、二、三，它难得出现上。标准的三个缺口，一般正常情况都只有两个缺口。那目前呢，123，因为今天开盘是不是开10826嘛？现在10900嘛？那昨天的最高点10794嘛？也就是说，今天台股只要低点，盘中低点哈，或收盘都不管哈，只要没有来交代10794，它就是标准的出现三跳空，不像红三兵哦，是连续三个跳空。那这种几率很少发生，一旦发生，你要非常小心哦。加上明天跟后天哦，因为咱美国股市够两个交易日嘛，可是对我们来讲，到今天就结束了，然后就到下个礼拜一哦。所以呢，整体上，那台股今天大涨，最主要啦。其实最有意思的应该是看这里哈，各位看一下，蛮有意思的。我干嘛？这个该怎么形容呢？你说不是吉利德瑞德西韦吗？对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哈，来，你做个观察啦。我稍待会把一个哈，帮各位做个说明。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是过去五个交易日，最主要是五个交易日啦。为什么要说五个交易日？各位请看哦，来看看这张图，来，对，静静的看。我们稍待再来看整个结构，这不是一天哦，这是狗刚啊，也就是说，这是今天早上你起来看到，哇，吉利德大涨5.68%，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礼拜四，上个礼拜四，然后这是上个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二，然后礼拜三，不对吧？而且狗刚嘛。五个交易日嘛，哈，这五个交易日呢，把时间推回到我们讲始为镜，知兴替，就是说从这个案例里面，你在未来面对同样的情况，你就知道怎么做操作。所以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好，来我们看哈，上个礼拜五，好，同时做比对哈，你今天会赢的，我觉得今天会不但会赢，会大赢的。好，来我们先看这里哦。先看第一个啦。啊，大概你说啊，这就川普发的支票，放大这里，我大概念给你听哦。但是写的多好啊，我多细，你看他怎么，他这是总统嘛哈，总统川普哈，这 OK 啦。上面这个哇，这写的多好。他说哈，你这个我为什么付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经济受到冲击啊，所以我就给你钱了。哎，这多了不起啊！这才叫有 guts， 对不对？嗯，啊，就受到冲击，我就付你钱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呢，我们来看，哪有那么多的啊？你就受到冲击，不管任何人，我就付你钱。好，来，我们来看哈，看这个是，好，来这里这个哈，为什么昨天晚上的美股大涨？你要对比哈，要对比对比对比。啊，要做交叉比对哈，然后吉利德哦的报告啦的报告，瑞德西韦 OK 哈，他说这是大陆之前在什么时候？在礼拜四这里礼拜四 Chinese 没哈，被逮掉，逮掉进行攻哈 ，no benefit 就是讲没什么好处，就是说这个药。当然，很多记者翻译嘛，在上个礼拜叫失败嘛，我没有讲失败哦。上个礼拜我是说不明显哦。好，然后呢，他现在事后就讲说，哦，没有什么好处啦。
所以我们来看哈，在上个礼拜四，然后这一天国际股市是不是暴跌？对，那吉利德股价是不是崩跌？这个不重要了，关键在于崩跌之后，一天，上个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二，在昨天之前哦，请问过去这三个交易日，它跌吗？它不跌啊，那不是没有用吗？因为人家收案收案哦，包括台湾都有，不是只有大陆哎，那我就觉得奇怪，台湾都不讲哎，都没有先试，卫生署也不讲，对不对？偷偷告诉我们啊，这个药到底有没有用？他收案嘛，就瑞德西韦针对不只是大陆哈，大陆、日本、南韩、台湾、欧洲，因为这次是全球性的，他都提供了提供了。瑞德西韦这个药物给各个国家啦，然后要收案呢、啊，那大陆就先发布嘛，他说在我们大陆是无效，是没有什么用的。好，最主要啦，这个药物你听我的话，你不要看那些新闻，因为我通通都看了，好不好？我给你做总结，也就是说，这个药呢，它针对就对照组哈、一个就是有生病的，不，通通都是有生病的，一个就是没有吃药的。就是你现在在我医疗诊所，我每天只给你维他命的，你用金 A 吗？金 A 啦。你说他不给药，他没给药啦。你用全世界对啦，他就是两组啦，一组就是你现在在负压隔离病房嘛，我就给你装呼吸器，让你一直呼吸，安利在不？啊，你自己就会好了，自己会好 ，OK 好、哦。那用这个药物的差异在哪里？你能不能提前恢复 60%？ 就是投药的给予瑞德西韦的20%，它会提前迅速然后发现疗效，对，60%很明显哦，多好啊！其他的呢？其他的就自己的好，就这样子。你只要不要有并发症的，它就跟我们感冒一样，你自己会好。安利报告完毕了，好的。所以呢，整体上昨天美股的大涨，主要是因为瑞德西韦收案，把全世界这一次的所有的临床三期那回收，那看它的疗效，那确实有用，所以造成昨晚美股大涨，加上另外一个这第三期嘛公开给你好，联准会说第一个我们维持利率维持在0到0.25，那为什么？伊讲因为咱无欠钱，伊讲因为他说我们就不欠钱了，怎么样？伊讲都无欠嘞，那你咬我嘞，我就不欠。好，所以整体上我的看法呢，面对金融市场到底该怎么判啊？第一个先看台股，要很小心哦。当然你可以乐观啦、你可以乐观啦、那千万不要去听很多从业人员、分析师在跟欧北讲，涨他就说什么他又留仓，他哪里留的什么仓？他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出场几百年了，他还有留还有仓？他说我出一半，出一半又出一半，连续出了12次的一半，真的是乱七八糟。好，我们面对金融市场，来，我们很快速看一下，各位请看哦。第一个，如果今天爆量，那我们的看法，下个礼拜一就是大跌。用大跌对大跌，因为第一个市场正向的讯息非常明显明确，对不对？包括从疫情的报告到这个所谓的投药以及疫苗原本是从去年的第一季，现在已经拉前到9月份就会出笼。疫苗一个是药物，一个是疫苗，一个是确诊人数一路大幅度下滑，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病毒搞不好6月份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你不信 ？SARS 嘞，不是不见了，你什么南半球、北半球胡说八道？不管了，我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说，哎，小心，今天不能爆量，为什么？因为，来，好，这里叫低点嘛，那低点放量，所以它才能大涨嘛，这里叫低点，那你这里不能说低点啊，现在已经是。这里是85，这里是109，涨了2400点，
加权指数从8500点到今天涨2400点，那么在今天这个第三次的这个波段，第三次的跳空缺口，对不对？然后又爆量，第一个你有利多，你有强烈的利多，疫情渴望和缓，那药物有疗效，疫苗又可以提前到9月，全面都是正向的。所以呢，加上国际股市在昨晚的表现非常强，可是我们看到两档股，就你就看嘛，苹果，看 Amazon， 对不对？看 Netflix， 看起来好，重点股，重点股好像不怎么样哎，因为它涨啊，哦对，稍待你看哦，我觉得你要自己看啦，你看报告，我讲一个啦，现在大家不在讲那个美国肉品吗？对不对？我别讲，我就看了啊，我怎么看都不对啊。哪里不对？有涨吗？不是、啊、牛肉价格、猪肉价格有涨吗？哪有涨？涨在哪里？你说它明明涨了，它涨了50%。问题是它一年前它是腰斩在跌，这个叫反弹啊，那怎么叫涨？一年前在接近100块，跌到42，从100跌到42，现在回到大概55。啊，那叫做涨吗？啊，所以我的看法是，今天不能爆量。如果依照这个预估量下去，那你就要小心，好不好？今天理论上交易量应该比昨天微增是 OK 的。那如果增幅太大，那要提防高档放量，单单供的起来。所以呢，各位会员照着 PSY 做好不好？好，来，加权指数现在10917，台指期报价10859，你说那怎么办？加上今天晚上、下午晚上哈、一样，我讲一摆，卖场照着做，照着什么做？照着 PSY 做。我举例哈，电脑版的会员，电脑版的哈，上图是不是指数行进？对不对？我讲下午晚上啦，因为接下来要到礼拜一了嘛。好，底下是不是 PSY？ 你完全照着 PSY， 每一笔都做。每一笔都做，纵使台股出现连续3个跳空，你还是做，你只不会输的。好，就加上你可以怎么做一样哦，把你的滑鼠来底下，第一个叫 PSY， 第二个叫循环指标，第三个叫对冲指标，对不对？你就点循环，有没有？好，来，有中文字叫平，这个叫买，这个叫平，这个叫买。这个叫平，这个叫买。那我可不可以说，哇，我们今天这一笔又赢了100-200点？我才不会这么讲呢，那不要脸，对不对？这样也可以说，哦，这样子流仓多单有毛病，不是？这个叫循环指标，好不好？做完循环，再点一下对冲，这个叫空，这里空，这里平，这里空，这里平，这里空，这里平，一定赢。我都跟你讲了，就是赢，你就每一笔都做。行情能大涨，帮他拍拍手；行情大跌，也不会失望。为什么？因为你就照着你该做的动作做，不然用技术分析干什么？技术分析就在于我去观察这个模式，我会不会赢，我能不能对？可以能够对，那继续做下去。好，来，我们来看台股哈，来加权指数没有，到现在没有哈，来到目前截止没有哈，加权指数现在报价。10920还没有了，因为开盘量最大，然后交易量形成递减。目前报价10921，可是因为单一分钟尚未出现标准的打单量，还没出现，所以还没出现，你就只能等，好不好？那怎么等？好，第一个，你今天就先看昨天的高点，好，看昨天高点，我没有说它会来了，我说万一，我又不是算命的，我怎么知道？万一今天的低点看到昨天这个高点，昨天的高点叫做10794，绝对不能看到，好不好？看到了就是反转，单单共的喜爱哈，看到收上去都没有用，拢无路用，就是不能看到。好，不能看到不代表未来也是很强，因为呢，你要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因为连续3个缺口，一个、两个、三个这种案例很低很低很低，为什么？一个、
两个它就是跌，它竟然一个两个三个，所以呢你要特别小心哦。就是说整体上我没有什么特殊看法，就在于大涨很好，可是你要小心哦。2330叫台积电，对不对？台积电怎么看？今天也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你就看就知道没有了。不是，你不只要看这个就知道了，其他就不用看了，因为两边 OK 啊，差不多啊，就正常啊，600、1000，对不对？800啊，800、800、7000、1700，这很正常，所以没有什么变化，不会动。看就知道，我没有预估股价了哈。我说，你就看它的买卖单就很正常，没有什么特殊的结构了。所以整体上面对台北股市，现在它也不会跌啊，因为上没有办法出现最标准的结构了。所以呢，该怎么做啊？一样哈，所有的会员包括手机版的都再看一遍哈，把昨天的研究报告拿出来，来，昨天是4月29号，今天是4月30，对不对？各位亲爱的会员，你静静看着他，请问半康做多，牛做空啊？那就对啊，啊，台股大涨下跌，大涨啊，会输吗？你说根本就输不了，那就对啦，你就照着 PSY 做，怎么会输？怎么有可能输？你就每一笔都做，照着做。你说昨天最多输6点，好不好？刚输5点，啊，你赢了不是赢100/100吗？这笔赢了90，哎，那输个6点、8点、5点有什么关系？每一笔都做。如果今天挣50，我会发简讯给你，就空。现在就没有嘞，啊，没有什么那康啦。啊，举例，来，各位亲爱的会员哈，来，你现在哈一根手指头你就点它，是不是 PSY？ 我现在点我可以点的哈，来放大。请问这个涨几点？这个涨487点，有无？伊是毋去487点？哇，我去这里啊！啊，伊甲放空啊，来去点落。去487点嘛，放空我肖永明嘞，无什么想喏。看着他，一定赢，怎么有可能输？我请问你哦，这里怎么做？这里就空他啊，怕什么？这里空，这里平，保证赢。这里有没有？这里是不是正50？你就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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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从正50以上碰到正50，你是空，那你是不是空在这里？你在这里平，输还是赢？大赢。现在是不是在这里？对，你管它涨400点，涨1000点，它只要来碰到正50，这叫日经指数啊！你有个半看，啊，你有一点呀，还在没？你干什么？不是，今天不管做多做空。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这个有信心不是有勇无谋，而是在于我们科学化、数据化、长期去比对过去这2年4个月，只有这个模式，你才能在金融市场获利。你假赢啊，那你就做啊！不是要做多啊？你讲我会去啊？你敢买啊？你老师不是足好的啊？你我老师都黑白讲的，那就对啦，就做，不要怕。正五十就空，负五十就多，怎么做？2分钟后向您做简报。疫情期间，安分守己，按部就班。勤洗手，外出戴口罩，避免群聚感染。买便当要微波加热。PSY 祝福你阖家平安，身体健康。0800-555-808，0800-555-808。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立即拨打0800-555-808，0800-555-808。疫情期间，安分守己，按部就班。
勤洗手，外出戴口罩，避免群聚感染，买便当要微波加热。 PSY 祝福你阖家平安，身体健康。0800-555-808 0800-555-808。圣啊，千般不当绕跑啊，违规拒绝拦截逃逸，不仅危险，还要多吃一张最重30000元的罚单，并且吊扣驾照6个月内。下回会这么大，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更会被最重处罚150000，并吊销驾照哦。安内贝奈何，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违规拒绝逃逸，重罚加扣照，致死伤，吊销驾照。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各位朋友大家好，一样好，我大概用2分钟就好，好不好？第一个有啦，刚刚有出现了9:16，你自己去看9:16的价格，那个价格就已经告诉你今天你应该在什么点可以站在多方或空方，好，今天会在现在高点二十嘛，二十一嘛，5分钟前，好，然后我现在教你怎么做当冲，来看着它，好，这是即时的，啊，没看这个比较快，看哦，安尼好，这鱼较大鱼，安尼是嘞。好，来，你就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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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照看的哈、啊，奇怪嘞，怎么都没有嘞？你就挑有没有什么新闻？好，来，金象电、华通、元泰，这队在走啊，你知没？对啊，第一个当冲要有标的啦，那标的怎么选？你就看啊，你就看即时新闻。OK 吧，即时新闻有那种大力多的，啊，你就做，不用挑了，你就看即时新闻。好了，夜联，然后再来，怎么看不到什么奇怪呢？你只要看到有利多的即时新闻，你就可以哈，联雅这个，还 OK 呗？哇哇，你敢画？哇，利平毛利率50%，这个就是3081嘛。那你就看，我不能帮你做分析哈，但是你要会做啊啊，这道理而且也猜不了，那你要这样子看就看懂了。这，啊、你赢啊，一定赢，保你怎么会输？来，刚才是不是说联阳毛利率看上看50%，对不对？啊，你有给它切出来，啊，够做不赢，我实在无法度啊。好啊，请问这支股票今天要哪走？啊，这简单说不要。你再看就懂了，所以呢，这个礼拜跟各位把哇你嘞，噶没做到啊啊，你就偷看就好了哈，啊都没做到嘞，啊不是要安怎，啊等你啦，有机会来，咱就甲放空安尼的话，就一定赢嘛，不要理他了，这你要能够怎么做都赢，不管行情如何波动。来，我现在讲快一点哈，这个是这个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早上，我们会有一个钟头的教学单元。9:00-10:00，好不好？就是说，你只要看新闻，看新闻，然后呢，比方说，开盘前他就告诉你，利基、合勤、原相，对不对？那你就每一档都做，当冲啊，你就做啊，怕什么？啊，一二三，好，我们先看利基，然后如果万一你是睡过头了，也做，睡过头了也能做，当然能做啊。为什么不能做？只要会赢，为什么不做？那怎么做呢？啊，一样。你就把就看即时新闻，现在大家不是都有手机吗？券商都有提供一些免费版本啊，包括网络上不是一堆吗？啊、哦，你就看啊、哦，比方说你睡到10点才起来，啊，你就看哦，10:08有丰翔，10:11有义隆电，哦，还有那个欧系外资这里出具义隆电的报告，你卖差别那软下你管理中啊，啊，10:16有细微，那有乔山，对不对？那就每一档都做。你挑你自己不会挑嘛？啊，不，你老师刚讲要跟高票，那你就让新闻帮你挑就好了。然后怎么做？那不就这样子做吗？对。好，举例，利基对不对？啊，你就这里买当冲哦，这里出赢。合勤，这里买，这里出不赢。
原相这里买这里出输，丰祥买进赢，义隆店买进收盘这里赢，乔山买进收这边赢，你不是打细微买进收底价啊，不是赢，做七支股票赢六支，那你怎么会输？你怎么输？这个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有一个钟头的教学单元，教你怎么做当冲号。今天去，今天去敲啊啦啊！今天敲，今天敲，来随便你啦。你有听林老师欧北讲嘛？那跌他就说他空单流仓嘛。啊，自己看9:16在这里拉大这里，这是你高点子啦。好看最上面，看全图，谢谢。照着这个做，就啊，9:16是今天的一个关键点位。祝大家操作顺利，财源广进，感谢你，谢谢，拜拜。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疫情期间安分守己，按部就班，勤洗手，外出戴口罩，避免群聚感染，买便当要微波加热。 PSY 祝福你阖家平安，身体健康。0800-555-808 0800-555-808。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立即拨打0800-555-808 0800-555-808。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台湾防疫超前部署，降低武汉肺炎境外移入及社区感染风险，只要跟着政府的步伐，我们有信心战胜疫情。透过防疫超前部署，